一开始就只是觉得这里真的是一个很漂亮的地方，那没有什么太大的概念。不过因为很久之前我先生他们有去抗议，那时候有另外一场要设立掩埋场的时候有跟着一起去，然后就会发现到就是说一个很偏僻的地方，然后就会很容易变成好像人不知鬼不觉，他就可以肆意的让一些厂商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那一种感觉。蔡美玲是马头山的媳妇，在知道这块地可能要被作为废弃物掩埋场之后，她和自救会的伙伴分工合作。她所负责的工作是两侧自救会所钻的监测井的水位，带着自己的小女儿安安穿梭在这片山脚下，已经是他们这两三年来的例行公事。它是大概会有四啊，我主要是就是负责来量这边厂区的那个水，有六口井的部分啊，就是去证明它这边真的就是有丰富的地下水。那一年四季你每天来量，它就是有水，没有所谓的像那个厂商他们说的这边是没有水的地方，我觉得就是比较荒谬啦。以前虽然我没有开始量，我也不知道这边有这么丰富的水，可我自己参与了，自己去做了，我觉得说这个部分我就可以很大胆的告诉厂商，你们的整个就是错误的那个论述，说什么这边是没有水这样子，根据他们的环评书去看这样子。那因为长辈像我公公他们都是长期一直就是在这边在地人，所以他们听到说他们的环评书写这边没有地下水，他们都觉得是无稽之谈。对，安安是自救会的小小志工，他说自己叫安安是因为爸爸妈妈希望他能平平安安。10, 20, 30, 40, 就是去另一边的时候会看到很多蚱蜢，然后有时候还会有一些乌龟啊之类，然后飞起来的东西就会吓到。有啊，都有水啊，很多的水。嗯，跟着妈妈来量这个水会不会很无聊？嗯，就是有时候会走到草丛很密的地方，就会觉得不舒服，会刺刺的。对啊。会怕吗？会怕有东西跑出来。后援者可以长什么样子？就头圆圆的，然后很光滑。什么颜色？白色。白色的，灰灰白色。嗯，我上次环评的时候就去跳舞啊，帮忙炒热气氛，然后螃蟹舞。为什么是螃蟹舞？因为要可能就是传达一个这里有一个后援者蟹的那类的吧。像这个地方，下面就是二人溪。下面就是二人溪嘛，哈。那它这边的话，旁边侧面这边的山林护城，每次下大雨，它就会就是崩塌的很严重，啊。那未来它在这个地方是它的八米，哎，八米路这边要开一个八米路。它崩塌大概多久了？崩塌如果比较严重，就从去年，去年有从2006地震之后，刚开始会少许的崩塌，可是后来遇上几次的强降雨，莫兰蒂台风过后，
然后那个整个强降雨就造成整个厂区里面大面积的，可能厂区至少50%的崩塌。这个地方它就是未来的掩埋区，就是这个凹形谷的地方，这个就是未来的掩埋区。所以它大概的垃圾掩埋差不多90几到90几公尺这样。这里以前有住人吗？那个地方有。斜坡那个地方，那个马屁股下来那个地方有住差不多10几户吧。我们现在在这个位置上哈，这边就是掩埋场它的凹谷的地方，也是二人溪的上游处。然后你们看这个溪谷上，生态非常的丰富，有没有看到梅花鹿的脚印？啊，这个是梅花鹿脚印。这个地方，哎，小小的，你看小小的，这个呢是白鼻心的，这是白鼻心的脚印。如果是石蟹猛，它是细细的，有这个爪子啊，这是白鼻心的。然后这是石，那个是后缘折蟹，好，后缘折蟹。这些好，除了很多洞穴以外，你看这个壳这么多，这个就是石蟹猛吃完之后的残骸。掩埋场的那个开发商他说这里都没有地下水，可是呢通常会有鹿蟹的地方，那代表他这边的水是很丰沛的，因为他那个螃蟹啊，他要在水里面才能脱壳啊。对啊，而且像后缘折蟹，老师教我们跟我们讲说，他必须像后缘折蟹，它就是它的深度，洞的深度大约65到1米，一米深度，那么多的洞啊跟残骸，那表示这边的地下水就很丰沛啊，它才可以在这里居住啊。这个要给它尝试看看，哎，有可能哦。哦 ，bingo， 它是好香好浓的味道，这是麝香猫的爬蚁，非常的清楚，它有一个特殊的香气。我们从刚才沿路到现在，你看我们看了多少坨了。而且这还是挺新鲜的，好，我把它放到原位。然后这个地方，啊，这是石蟹猛，你看它的排椅里面都是那个后缘折蟹的壳，这算是很常碰得到的。在这个区域里面常常碰得到。这个地方就是马头山这个掩埋场的，应该属于北边的地方。这个就是二人溪的支流下坎野溪，好啊，我们站的位置应该是掩埋场的厂区内，因为它这笔土地到那个河流的对岸那个边边那个地方，从沿线过去，这个是都是它厂区。然后它厂区的最中边旁边就是废水处理厂，当然这个旁边多远我们没有详细去测，但是就这样的一个地形来看，它的废水处理厂可能就在这个河道上。好，也就是说紧邻着这个河道，所以未来它的废水处理厂处理完以后是到这里进来，但是它处理不了的时候也是到这个二人溪来，因为它的废水处理厂的处理量是用它的平均日量的好像34多厘米的下雨量来去设计它的废水处理厂。所以这个废水处理厂如果像台风天大雨天那个100多厘米的时候，或者而且常常是2-3天连续的时候，它根本没有办法处理，那怎么办？我们找这个地方旁边，这里就是在地质调查所里面的就是三奔地滑敏感区，就在我们旁边啊。所以它这个地方其实是崩塌的蛮厉害的，好，我们在河边看看也都会崩塌下来。那他们的缓冲术就是他这里做一个挡土墙，做一个挡起来啊，就没有问题，他们是这样讲。这个的话是他们的 CH1 是属于钻探井，钻探井。那它的话最主要的功能，它是岩性分析，岩性分析它是搭配着它的监测井，这是它的监测井 F1，那就是要监测，就是在这一个区域里面它有没有就是地下水。那在当初因为他钻探的过程里面我们是全程参与，然后摄影记录的。那他在钻探 CH1 的过程里面呢，钻探总深度是54米，但是呢他总共塌了20米左右。那他的过程里面其实他就很清楚的去呈现出来，
地下，就比如它钻探过程里面，它光水从第八米处，井下第八米处就开始有出水，那一直到底部的时候，它就是因为含水量高，交接不良，所以当它把管子取上来的时候，总共就塌了20几米。今年一月，在居民与陈玉峰教授的邀请下，导演王小弟、柯一正以及关心马头山的存续的生态艺文工作者，徒步走上了马头山。它从在几万年前的海边时代留存到现在，它一直子代一直在这里延续下来。第二种，因为这一边的物种最主要来自风跟鸟，还有松鼠、哺乳类的这些东西，因为顺着重力这个都往下掉，所以这一类的海的植物你说要靠着风来不可能，那这是鸟船。那这样的环境，如果这不是在海边的时候残存到现在，那么就是很可能是鸟类吃了这个种子来到这边，因为这个制高点非常多的这个大冠鸠了什么样的苍蝇啊都会来停在这里。因为就一个气流来讲，不管是候鸟南北迁徙或在地的留鸟，他们在绕弦盘绕的时候，这个地方就是最佳的中继站，因为它最高，在地最高。我在那个石头上看到好多鸟大便，而且那个屁股眼还蛮大的啊，所以这个看起来就是说大鸟，那个经常很多大鸟。那这种大鸟就有可能夹带着这些的种子来这里传播，可是也要本身具备了类似像海岸的生态环境，它才可能生存。那我以我目前的感知是，我比较倾向于认为是在古老海岸的时候就流到这里了。这个在生态上叫做补偿作用，虽然它在内陆这一点，我们现在所站的这一点，我量过大概距离海岸最近的距离是27公里。补偿作用就是说，比如说它需要的这个因子，它需要多少的阳光，它有一个 range，但是因为它这个地方比较潮湿，那由于比较潮湿的情形，就弥补了它需要的这个不足阳光的部分或等等，就因子可以互相有一个互相转移。当然我举个例子不大恰当，就是说这个地带呢，它本身虽然在内陆，可是因为它是泥岩的，以及这岩石的地形造成它的干旱程度相当于海岸线。这个整个地形这个地方这个泥岩里面夹杂的这个一个砂岩，就是板块状的砂岩，所以那个泥岩比较容易被侵蚀，砂岩比较硬，就流出来变成这个马头山的这一块板块出来哈。好，这一块山头啊，其实这里面呢，本来它浮上来的时候，这边它就蓄积了海水，像我们在晒盐一样，晒干了又盐渍留在这里面的。所以这里面是吧？这个沁灰岩地区哈，这个泥岩地带。它是嘛是咸的。当地人从小看到大的这座山头，因为不曾被破坏过，至今仍保留原始的样貌。赤竹林的存在就是最好的历史证明。亲自走了一趟，王小弟对居民的担忧颇能理解。我简单的说，就是高雄的朋友可能应该。更应该来认识一下，就是原来这边他们会很详细的跟你说，这边有很多很珍贵的生物，很多他们说小可爱啊，麝香猫啊等等啊。然后我们刚刚爬到马头山的马尾巴的时候呢，陈玉峰老师他们还叫我们看一颗是叫海藻，枣子的枣，椰枣。就是像椰子树这样子长在山上。这边最主要就是说它是一个泥岩的地形，泥巴大家知道吧，就是水来它就会漏，就会泄，然后太阳晒它就会硬，然后就会裂掉。所以请问你，这样的地形盖掩埋场你觉得适合吗？我觉得是现在最主要，其实可能你可以说我们所学到的都是片面的，那这个可不可以公开讨论？
就是我听说在地惠民他们的学习啊，好像他们学习到的，因为他们从小在这里，家家户户用的都是马头山的地下水，那可是好像掩埋场的人来说，这边没有地下水。那像这样子的讨论，我觉得是重要的。其实对台湾最重要，台湾就这么小，不管是垃圾掩埋或者是能源，真的都需要每一个国民来认识，你知道，并不是说谁是谁非，谁都可能有一点对，谁都可能有一点不对。但最主要是我们大家要用我们的脑袋、我们的知识、我们的学习的精神去了解，我们台湾就这么大，这所有的事情跟我们每个人都相关，就不要说二人溪就在旁边，这个如果刚才讲的泥巴里面挖垃圾，而且是事业垃圾哦，不是一般垃圾哦，是有毒的哦，万一这个泥巴太阳晒裂掉崩塌下去到二人溪这个附近，就是我没有那么了解，不是说只要说这个可怕的话或恐吓的话，而是真的我们大家一起来了解台湾的怎么办，垃圾怎么办，能源怎么办，我们怎么减少我们的用量，怎么样保护这个环境，怎么样把，但最主要就是每一次的事情应该公开啊，应该讨论啊，应该看到啊，应该我们自己衡量啊，所以每个人心里就知道说，哇，我们山顶有挖泥沙厂、水泥厂这么大，在山顶上把山都挖了，然后我们要把在那个泥巴的地方盖掩埋厂，把溪流都污染了，我们要不要？你要不要？我们是国民，我们是主人，你要不要？就是大家要这样设身处地去想。我们听得见马神的哀嚎，对，咱看到子孙啊悲惨的未来，咱政府定的，讲要开发，要进步，但是咱看到留下来，其实是破坏。啊！甲剥夺咱后代的资源，这是上恐怖。我来吼，我也是一句话，就是讲吼，吼咱吼黄慧敏吼，稍微讲讲来讲哦，讲遮有个秋海棠哦，我延伸秋海棠，我嘛惊一条呢。哦，拢我以早做了解延伸秋海棠哦，拢在讲啦，伊个中部啦、嘉义啦、迄山区内面啦吼，吼啊我。我做印象足深的，就是讲吼，是即个咱分林的嘛，一个叫做福山水库吼，吼要去做这居口的时阵，伊嘛讲过讲爱叫做翻平啦吼，啊翻平呢，就爱写什么，或者调查的生态调查的翻平报告书啦吼，啊我翻平报告书，我要去调查哩，我只好来献一个吼。结果我一个去到迄个所在吼，我山坪一个看见吼，讲规个山坪。满满是拢一嘛，拢是迄款粉红啊色的花吼，开甲满满是啊。啊，结果我来迄个翻平报告书来看，讲竟然无啦，无存在啦，相反啦吼，足简单的啦吼，吼吼，咱国以咱人做一个比率啦吼，咱人一定会放屎嘛。你敢会当去？你敢会去刺激乌白放屎？你啊看，咱为上古早叫做挖一个坑叫什么？叫做屎壳。吼、哦，咱到家即马叫什么？叫做卫浴设备非常高级的运作。你投入偌济钱，投入偌济精神，投入偌济运作落去。但是咱过去到即马，咱的社会、咱的专权者、咱的执政者、咱的有权利，也就是讲，伫只运作的人。因为这些东西有替我们的土地、我们的未来，我们这运作里面真的去用心无？这我说一下，这大家只要有头壳，这些有理性的人，这些想着都知道的事，但是在我们这个社会里面，就是有人在电空，在电空，好，这电什么？我唔知电什么，我哥叫，叫他讲，假睡人叫不醒啊。为什么？因为足简单嘛，咱的人民
咱的社会运作，吼、哦、吼、哦，并无法度对因造成什么款的威胁甲运作嘛，是安尼尔嘛？来。今年75岁的薛梅在这里生活了一辈子，对于自家后山就要盖一个大型掩埋场，她虽然乐天，却仍是担心会不会有污染出现。我嘛唔知呢，都会烦恼，会烦恼，烦恼伊用个毒毒来啊，咱这人都走无路，毒都拢倒落啊，拢倒落，要怎处理啊？会当个？会当阁恢复正常，要带队啊！归回来要阁要换环境，要安怎生活的啊？未适应啊！一开始还没想那么多，想说那里面怎么都沙。后来才想到说，哦、原来是他有在喷泉，哦，这边很酷啊，这个石蟹猛啊，我一开始还傻傻以为这边松鼠变形了，我说怎么这边松鼠长那么怪？因为我在这边量啊，就冲过去，后来才知道啊，原来那是石蟹猛、哦，他真的冲过去。对对啊，因为我小时候没看过这个东西，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想说，啊，这边松鼠怎么变形？就是1.70，怎么说呢？就像好，之前我是觉得像高雄气爆好了。难道他们之前在掩埋的时候，他们都没有做一些安全的保证吗？这一定都有的嘛。可是你在之后发生的时候，你要怎么去弥补？你有办法去做弥补吗？那我的意思是说，因为他们提出了这么多的东西是没有错，问题是这是回到最根本的地方，在一个水源区。会有一个国家，他会希望，他会让他的那个垃圾掩埋场是设在一个水的上游去嘛？这是真的，就是不管你再提出任何的那个，就是这是最基本的问题嘛。阿人卡巴马五旁，对不对？你长久下来，难道你都不会说？等到你们现在做这么多保证，就像我刚才讲的，等到事情发生的时候，你们这些人也不在了。我也不在了，那你可能会觉得说，哎，好像后代的人的事，好像跟我们不是太大的那个。我是觉得以他们的那个来讲，眼前呐、啊，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利益的东西。你要说叫他们说不去受到这一方面的诱使，我觉得也很难。不是每个人可以这样子嘛，本来这个就是人性嘛。啊，可是说你后续的东西，你做了这么拍胸脯保证的东西。你到底能保证到什么阶段？你要保证到几年？对，那就算你今天你的保证下来了，发生的时候你那些保证可以帮我们什么吗？对不对？你做的保证可以变成一个防护罩吗？不可能啊！所以我觉得说，就是最重点的，就是说你不应该在一个在我们现在其实经过那个像这次。那个龙旗那边这样子下来我们都会知道说这边它是有地震带的，它是水源区，它又是地震带。你这种你人能控制的地方，请问你控制得了天吗？改天我要地震来了，你能够叫它不要震吗？那你说我现在防做着这个膜，他们说他们会放那个不透水层的那个布，你那个我们自己再这样子跑，砂石车一压二压三压，长久压下来。它都不会有破裂的危险吗？这个水污染以后没有办法善后，哦，所以我就跟有时候跟乡亲谈，这个地下水污染的比那个鼎新的毒油案还严重，因为鼎新的毒油它没有发现之前，我们是满肚子都是吃了满肚子，但是发现之后就可以下架啦，我们不用再吃了，但是这个地下水污染了。等我们验出来，它已经受污染了，我们也是吃很多了，满肚子都是啊。但是你没有办法下架，没有办法下架，没有一个人可以散货。所以这个地方如果做下去了，污染的阿公殿水库，污染的高屏溪，污染的二人溪，没有一个单位，没有一个人有办法来散货。就觉得各县市自己
自己所制造的那些什么事业废弃物啊，都可以，就是应该由各县市自己去吸收，就是不是该全部由高雄。就是其实我们都知道，现在很多国际他们都是你厂商自己制造出来的东西，你是厂商你自己要去想办法去在你的厂区旁边，就是说你们的工厂旁边设立一个什么去把它处理掉，而不是像我们这里的处理方法。好，就是说他们制造出来，然后得到这么高的利润之后，把垃圾然后承包给这些人，然后这些人再去找一个没有人的地方，最没有获利到任何东西的地方去把它掩埋掉，这个是比较糟糕的做法。有一种摸摸黑吧，佮会食，会食落嚟，也变落嚟。我那边伊就落起嘞，足可爱嘞，足古锥的。大概就是，如果我真的可以去说的话，我大概就会说，像是妈妈他们教导给我的这些知识啊之类的，就会把它讲出来。然后也可能会希望说，不要破坏我的家之类的吧。